来，这是肯德基蛋挞，爷爷生平第一次吃，爷爷在问说这个可不可以吃？你吃啊，吃进来，我看你吃，你吃啊，吃蛋挞。吃蛋挞，好吃。哦，看吃蛋挞，吃个安怎？生平第一次吃，90岁第一次吃，没有牙齿，咬不动，努力的咬，好，可能一些些的。鼻安怎？都不要干。啊，你用布的啊？啊不，啊用好啦，用融化的啦，无出去。啊？呀，好食不？好食吼，好食，讲好食。啊，奶奶食披萨，食个安怎？无。啊，还没吃哦。请奶奶吃。哇，爷爷又吃了一口了。这个，你可以吃。哇，这真的好吃，爷爷又吃了。啊，你可以吃吗？爸爸。哇，不错。代表说这个蛋挞真的好吃啊！没有，